便饭。鸟摆臀李多慧嗨跳最红开花舞，潮热气氛，但火辣舞蹈跳到忘我，让粉丝很担心，脚伤真的没关系吗？脚伤还好吗？但是26号，他左脚踩到升降舞台空隙，不慎扭伤退场，让粉丝很心疼。本人笑回没关系，要大家别担心，因为脚伤都是家常便饭，还大秀流利台语。그런거대만어랑한국어랑또비슷한것들도배웠는데시간시간실제실제시간도한국이랑똑같고그리고오토바이到底口音惊艳全场，谦虚地说自己还要多加练习。而和同是乐天女孩的林湘后不见后，因为林湘到美国出席 MLB 大联盟台湾日活动，同框大谷翔平，让她直呼很羡慕。사진찍은것도봤고또거기서공연하는영상도다봤어요근데너무부럽더라고요다음에저도꼭갈수있길29号就要回韩国，李多慧感叹工作行程太满，下一次来还想去更多地方欣赏台湾的美。三立新闻林凯中。我们选台报道。